我是辛辛那提现代中文学校的第一任董事长李大鹏，祝贺我们现在的大辛辛那提中文学校越办越好，把中文的这个中国文化传播到不光是我们的华人的下一代，而且也传播到这个辛辛那提地区吧。特别是在现在的这种形势下，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努力。祝大家春节愉快！大家好，新城的中文学校校长、领导、老师和学生们，祝你们新春快乐！我是王立群，曾经在我们新城中文学校担任过家长会会长、校务长、校长、董事长，非常高兴的知道我们中文学校已经成功的举办了25周年了，希望我们的中文学校办得越来越好，也祝大家牛年万事如意，牛气冲天。大辛辛那提中学的朋友们，大家新年好！我是石继春，2000年中级做过一任校长和一任董事长，25年来，咱们中文学校对我们的社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这跟我们一代一代的老师和一代一代的志愿者们息息相关。我很高兴看到新的志愿者和新的老师们加入中文学校的行列，祝贺中文学校更上一层楼，Keep it going, keep it strong。大家好，我是谢丽慧，中文学校建校初期的义务工作者之一，曾任中文学校教务长、家长会会长和董事长。2020是不寻常的一年，大家辛苦了。值此辞旧迎新之际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心如意。2021也是中文学校建校25周年，祝中文学校越办越好。